你们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不断的突破它，你们在未来都可以拥有更大的舞台，朝你们的梦想迈进。期待在国际舞台上面看到你们发光发亮。我觉得你们的表演给我一种，你们好像真的是专业的女团。我看到九个明星在台上。每周六晚间八点，《未来少女》。